王源，你家的嘟嘟是男孩还是女孩？家的嘟嘟呢是男的，就是一个小弟弟，然后就是男的呀。提问，你平时不开心的时候会不会跟你的嘟嘟去抱怨，会不会跟他说话呢？不会啊，我一说话他要咬我，这很他就其实就是总是我让他走，中考大冬天他在吃饭，我去弄他，他又咬了我一口。不能咬我，不能去碰他，我不咬他，我不咬他。这位同学，他的性别是 A 男生 ，B 女生 ，C 不明。很好。就是你养的狗狗泰迪，是他是男孩对不对？他最近现在怎么样？他毛剪了。对啊，人家说把毛剪了，那个新长出来的毛会更有光泽。光泽。把毛剪了。所以这也是他为什么没有再出现在微博的这句话。等过几天毛长起来，过几天毛长起来再来展示一下它。你说嘟嘟现在有多少斤？你是让它吃了什么把它养那么肥？嘟嘟，大家都很想自己是嘟嘟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其实也没有吃什么特别的，就是它现在多大了？你比划一下。一岁多，但是就是大概体积有10多斤吧。10多斤。因为都快赶上你了，因为和我一个朋友家的狗比，因为他是3、4岁了，都还没有嘟嘟这么重。哦，然后其实是这样，他都吃什么？你平时给他喂？其实是这样的，当时买狗的时候，那个喂狗的人告诉我，他说狗一天最多吃2顿饭，但现在嘟嘟每天要吃4顿，控制不住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不给他吃不开心。对，那怎么办？就给他吃了，就让他胖就是了。对对，反正也没有什么。幸福的嘟嘟啊！我想起来一个事情，大家知道为什么没有看到嘟嘟吗？我的神宠嘟嘟，是因为现在我在北京，所以呢他在重庆，然后我就好久没有见到他，我都好伤心的。然后现在因为前段时间妈妈也到北京来了，所以就没人照顾他了，就把他拖到朋友家去了，也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，谁知道我这段时间经历了什么。